来的，对，他给我弄个鸡蛋，还放点醋，还弄个这个。哎，我发现会照顾。就是。我咋没发现呢？从来没发现。年轻是啥东西不挺好的？是吗？那你还没想到呢。你发现就对了，不发现也对。这么多年麻木了，不用发现了。哎，一直在照顾你就麻木了。应该他觉得应该这样，你是被照顾的人，我呢是照顾别人的人。感觉我们都没有感受到，就是、在幸福当中没觉得被照顾是吧？一生的，我在这里吹笛，他吹笛要吹到弄琴啊，弄吹笛啊要弄到11-12点，你这边11-12点你允许吗？对吧？嗯，那肯定。而且你弹琴一定要到琴房里。嗯，对的，对的，对的。还有集体活动的那种事，集体活动就得有管束，有约束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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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真的练完不错。林叔，您坐在这里，然后手机的话我给您充在那儿了。哎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哎，你知道的哈，行，那我先过去了啊。行。啊，行，您坐着。哇，这个无微不至的关怀呀、服务真的，两个人的关怀啊，这么好，那么好，就千万照又关照。我住过三个地方啊，我在杭州住过三个老人院啊，住过三个老人院了，这个地方最好。哦，他怎么刚才多长时间？那价格不一样吗？价格你说不一样也差不多啊。我现在来9100啊，加上吃饭嘛。哦，你现在9100？9100。你怎么这么便宜呢？我这么便宜？他那个小户，不是哦，你是那个、你是交押金可以打折的那种。交押金，我交押金我只要9600。哦，不交押金才9000呢。保我保险了，后来我儿子说还是买保险还是这样啊，买保险啊，保险可算。那么我就不交押金了，不交押金，我交押金我只要6000了。啊，就6000了。9100。哎，昨天不是说10000多吗？现在当然我这个价格现在是原来的价格，是刚才我第一我是我逼进来的。哎，叔叔，我问一下，刚才怎么两个人来过来给你服务呢？他们都这样子的，他们都这样子，哎呀，有点事情这个来那个的。是吗？他不是有一个管家来管理？那个具体是管家。啊，那个是管家。管这个是前台，不管管家不管家，他们认识你的话，知道你住这里，他都会管。哦，就刚才那个前台看你过来了，他就给你、哎、给你包一拎来，啊，他帮你拎包。我本来等我那个昨天两个朋友他住在5号楼，等一下我一起到市里面去玩。哦，准备上市里去玩去了。西湖去玩。西湖啊，这边有车是不是？这样班车呢不到西湖的，班车今天就到地铁口，今天再坐地铁到
啊，班车到地铁口，你们坐地铁去西湖。晚上呢，我叫他们呢住在西湖旁边一个酒店。啊。再回来嘛嘛，对吧？啊。住一个晚上，今天在西湖玩一下，明天上午在西湖玩一下，明天下午回去。啊啊，他是你学生。女的是我学生，男的是他丈夫。天哪，这这个学生，这老师都九十几了，九十了是不是？啊，明年九十，今年这八十九。学生来很多很多的。是吗？哦，学生都来看你啊、哦哦。你叫什么呢？啊，从大学退休的。嗯，叔叔，我问一下，这边那个就是那个护理、护工，态度什么的好吗？我感到很好，虽然我没有用过护工。嗯嗯。我隔壁邻居他这个来的时候，他这个两夫妻，男的呢他能够自理，女的是全部不能。哦。24小时护理。哦。两个护工轮换。哦，都在这儿呢，就在他家。啊、哦，就在他家。两个就父母他家，没不付其他部。哦，两个人就给这两口子来做服务的，啊啊啊、专人的。他这个开始，他跟我讲，我开始来说这些护工都是小姑娘啊。嗯。那、嗯、么这些人他会干的，哎，他就更担心。哎。过去他们用保姆。对。这姑娘很好的，他是。哦。小姑娘比。保姆都好，比保姆好多了，哦、啊，比保姆好多了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他比较专业，是不是？他有专业，他有专业，也有这种服务的意识。哦，保姆那种专门赚钱的，对，对的，对的。保姆也没培训过，是，对，也没培训过，还私心很重。哦，他是那个做护理的，是专人的，一人一对一的啊，男的自理的，男的他能自理的，哦，哦，那两对一，对，哦。但是住呢是两个人一起住。那这边护理，那价格呢？两万多。他这个贵的，贵的，两个人18000。哟，那不贵啊。还好啊。哦，那可不贵。18000是这样的，他不算贵。他比护理院呢是很便宜。护理院很便宜啊。租金半价，所以我要要现在劝我住护理院。哦。是吧？哦。全部包，吃饭。什么洗衣服啊，什么洗全包，全包。那什么价位呢？半价。要比这里低得多。还比这里低？哎。哦，全包反而比这里。他这个租金的对折嘛，租金减半。啊，租金减半。嗯，你现在虽然年纪大，但是我还喜欢凉台，自己的对吧？对对。那进去就感到不舒服。嗯，万一有的时候会半夜啊，会有一些小问题出来啊，目前来说我都没有。没有。以后看可以，我现在看医院，我看病都没有。真的啊？没有。我就感冒。你有基因，他的基因很强大的。感冒的时候呢，我要喝开水。啊，喝开水。啊啊啊！所以你觉得这儿还是待着还是挺舒心？对对。啊。那你孩子离你家远不远？他现在到车子开了半个小时。啊，那不远，很近的，很近的。嗯，挺好啊。两个儿子啊。啊。老伴呢？老伴走了，我才一个人来。哦。啊。不走，我也不会来。我不行，我一开始我不行。现在呢？你感觉这儿比在家好多了？现在我感到老了也是要走这条路。啊。老了要走这条路。那肯定的呀。毕竟在这里还是热闹的啊。嗯，所以你可以把儿子把你送到这儿来了，儿子也放心了，是不是？他们最放心你在这里，对，嗯，就开心了。叫我住他家里，我也不愿意去。对你不好意思，他也不好，他也不方便。他也不方便，他比如说出去，你一个人在家，他也担心，对不对？担心的，在这里他一点不用担心。哎，对。叔叔，你的衣服挺漂亮的。哪里买的？这个我的子女在意大利给我买的。意大利买的。买了这样的花的给我干什么？很好看。我都想买的回走。很好看。好看，好看。啊，是意大利。我说怎么这么好看呢？穿上。特别好看。这边就是有点费用有点高哈。费用太恐怖高点。我在那哪个手机响了？哦，来了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啊，哎，他们经过那些养老院，他就把那管家什么工作人员，还要看他受受教育，他们都是照死的。啊，这个我们老人很好笑，我这个手就放不下来啊。
一下子这个招手，一下那个招手，他招手我也招手啊，我手都放不下了。因为什么？大家都在招手，都跟他招手，所以他手都放不下了。呀，这是他的包。对对，他是拿线。哦，老头他很利索的，干干净净的。啊，很灵敏。你自己洗的衣服？现在洗衣机就完全是自动。啊，干干净净的哈。干干净净的，你看。啊。机器做的嘛。啊，穿多好看哈。自理这方面，生活这方面我都会。嗯。我自己都会。啊，自己都会。在家里烧饭的。啊啊，对。是不是您昨天说走过50多个国家，是您说的吧？哦，好厉害。好，回来见。啊，好，再见。啊，哎，你看这种开放，你看这种开放式的养老很好，就是可以出去上街，你可以去玩儿。这样，啊，分外的事儿，其实他就是有管家，但是只要是，对呀，他们就能，他们都能，肯定是要求。嗯，这是要求的啊，对的，对的，对的。你就像我们昨天，我们在外边找不着路了，然后那个女孩子是来上班的，赶紧就过来问我们干啥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我们不要对这个有质疑。嗯，哎，我觉得就是，他不说了吗？刚才就是那个年轻人照顾的比那个保姆要好啊，他那个，嗯，我跟你讲，专业还是私心太重，杂念太多。对的，没错，是。你看现在的保姆。我爸因为保姆没经过培训。我爸那个保姆。嗯。那我妈那边呢也请了一个保姆，因为她在医院嘛，请了一个保姆。我爸那边呢也又请了一个保姆，然后那个保姆就我妈哥走了嘛，去世了之后，那个保姆就说，老爷子，你晚上睡觉不方便，我睡在你房间，我睡在你的床上吧。是吗？啊，他就这样子说的。啊，后来我爸爸说这像什么话？我们这是干休所，不是地方上的。啊，我爸爸就这样子说，他那保姆就开始动歪脑筋了，是吧？所以我妈妈的那只金项链、金手镯、金什么东西，全给他拿走了，偷走了。啊，偷走了。啊，我捡了也不好，他也不去赶紧去说你要穿那个。嗯。然后保姆知道了，走。知道之后就拿走了。啊，啊。看看几个菜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菜，六个菜，一荤五个素菜。哎，不对，两个荤的哈。小谭还来电话。是。嗯。问我吃的怎么样？我说吃的挺好。那个小女孩儿。那个有那个什么菊花茶呢？菊花茶，嗯，想要点吧，我这样菊花茶给你。房间里有，拿走了。现在老中青都有。嗯，老中青都有，挺好。跑去吃了吧，等会浪费。